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兄弟俩，只因打小就比较喜欢研究各种老式的建筑，竟不惜花费巨资买下了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废弃筒仓，然后便开始运用两人多年积累下来的娴熟手艺，耗费一年的时间将其一点点地打造成了一个让人神往的户外场所。如此的举动也是着实让人佩服。只见他们先是将筒仓内外的地面进行了一番硬化后，然后便开始借助高空作业平台对筒仓的外墙修复了起来。由于百年来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下，几乎每一寸的外墙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所以两兄弟为此也是花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算是彻底的完成了。等到第二天，两兄弟也是起了个大早，在筒仓的一侧先是手工开挖了起来，后来又觉得这样的效率实在是太慢，便又弄来了一台挖机全力的开挖了起来。等开挖好后，便可以借助石头在平整好的土面上砌筑起几道墙体来。虽然只是简单的砌筑，但兄弟两个却也是十分的讲究。先是将墙体砌筑起一定的高度后，便可以借助砂浆将墙体内部的空隙给全部填满填实，同时墙壁的表面也需要用砂浆给一寸寸的填平。为了让石墙的顶部台面能够更加的光滑，接下来两人还会再装订出一圈模板，并先后植入和摆放上加强筋后，便可以开始进行水泥砂浆的浇筑了。这就是拆除模板后的整体效果了，是不是跟之前已经有明显的不同了？为了接下来对筒仓内部的改造可以达到最完美的效果，两人甚至还特意在电脑上根据预先的设想进行了效果的建模。如此确认无误后，两人又花费了好长一段时间将所需的木材给加工到位后，才终于是开始了内部的改造。兄弟俩先是将这些方木给拼装卡扣在了筒仓顶部的墙壁上，然后又切割出大小合适的木板进行了封装，如此一个严丝合缝的操作平台就出现在了我们眼前。接下来就可以将之前加工好的一些梁柱构件在筒仓的顶部树立起来了。这里两人是准备给筒仓制作出一个穹顶来。由于之前的电脑建模，这些构件的形状和尺寸相互之间早已是十分的契合了，所以现在只需按步骤一步步的拼装组合起来就可以了。等所有的梁柱构件全都拼装好后，再进行一番细致的加固，然后再自上而下的铺设好木板，就可以用彩钢瓦进行最后的封装了。最终铺设好后就是这样的效果，至此就可以抬来一根根方木，并借助一台升降的设备在筒仓出口的前面竖立拼装起来了。这里两人是在给筒仓搭建着门廊的框架结构，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门廊，但该有的工序两人也是一步也不舍得少。竖立组合、拼装固定以及切割修整，一连串操作过后，就可以在第一层屋板上铺设好一层防水油布，然后再固定上泡沫保温板，就可以用彩钢瓦进行最后一层的封装了。接下来两人便会借助升降平台再次利用木板将筒仓顶部的平台底部也一并给封装起来了。等封装好后，再利用长木板将其顶部也给再次的进行一番装钉和铺设。考虑到后期的装饰，地板的中心部位男人也会切割出一个方形的缺口出来，这个缺口切割好后还需打磨得足够光滑，然后再用大小合适的木板进行一番封堵加固才算可以。接下来再在工作室里制作出一些木板，装定出一处布梯后，就可以在顶部的地板出口处安装起来了。如此全都安装好后，就可以再在筒仓的内部再加装上一层木梁，将整个筒仓的二楼也给修建出来了。这里的操作和筒仓的顶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此一番操作过后，就可以来到外面将二楼连通的门廊也一并的给修建出来了。等加工到眼前的这种程度后，再用防水布料将整个门廊的外立面给铺贴上一层，然后就可以进行整个结构的窗户和大门的安装了。两人先是借助升降平台将穹顶下方的窗户给安装了起来，然后便自上而下的依次安装了起来。有了门窗的加持，整个结构的密封和质感都得到了质的提升，最后再用木板条将防水布料全都给覆盖起来。
当然，桶仓以及门廊内部的其余地板，男人也会如之前一样，先用木板条进行表面的铺设，然后再在中间的位置同样的切割出一个方口。如此切割好后，就可以用机器进行全面的打磨和抛光了。当然，木蜡油的涂刷对于严谨的男人来说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等将木蜡油给涂刷到位后，木板的底面以及门廊的侧面，男人们也会进行后续的完善。该有的泡沫保温材料的填充以及木板条的表面封装，男人们都会一一处理到位。随着桶仓外面一处土面的硬化完成，兄弟俩又开始着手进行起了上下楼梯的修建。这里两人是准备修建出一个旋转的步梯来，所以两人会先将一个粗点的螺纹钢筋给竖立固定起来，然后便可以将一块块加工好的带有贯穿孔眼的木块按照一定的角度给穿套进去，如此一块块的向上堆叠，并利用长螺钉进行上下的加固。等最上面的收口也给处理好后，就可以进行防护栏杆的加装了。由于楼梯的旋转角度，两兄弟还会用拖拉机辅助他们来进行钢筋的弯锯。然后再在步梯的底部安装好黑色的金属连接构件，就可以利用钻有孔洞的方木和弯曲好的钢筋，组装出一侧的护栏扶手了。接下来，两兄弟就会在桶仓的一楼进行起内部的装饰。根据两人的计划，这一层两人是准备打造出一个私人的吧台，所以在左右两边各装订好一个木质支撑后，便会抬来一个三四米长的桌板放置在支撑的上面，然后又各自抬来两个短点的桌板摆放好，就可以用三角支撑进行整体的加固了。至于二楼，男人们则是制作了一个厚重的木框，准备将其吊装到顶部，然后再安装好灯泡作为吊灯，如此就可以在桶仓的顶部围绕着一圈装订出一层沙发的框架，然后再摆放上一层定做的沙发垫以及配套的靠垫，如此就可以继续在二楼装饰起来了。正对门洞的位置则是两兄弟打造壁炉的所在，所以两兄弟就需要在此处打出一个贯通的孔洞，然后再用木头装订出一个壁炉的框架，至此就可以进行更加细致的填充和美化了。到这里，二楼和三楼的装饰就剩下最后的一步，那就是围绕着中间的方孔各自再安装上一个配套的圆桌了。至此就可以来到一楼，将吧台所需的各种设备以及厨具酒水给摆放起来了。这就是最终的成品效果了。怎么样，对于兄弟俩改造后的这个桶仓，满分10分，您又会打几分？欢迎评论留言。